生什么事吗？今天有衣服？什么叫今天有衣服？欢迎你们！我有多少？什么？我有多少？在说什么？没有当一阵子了。晚餐吃什么？我点那个韩式拌饭，等等就吃韩式拌饭配那个石锅拌饭配豆腐锅，那个什么壮的不欢迎你，请你走开。我这边不是那个脱衣舞厅，你要看那种东西自己去找个地方自重一下哈。牙齿好齐吗？因为我现在在戴牙套，可是我刚刚拔掉，然后准备要吃东西，所以现在没有戴牙套。欢迎你们，晚安。头发很直吗？因为我头发很多很厚，所以那个头发拉直，不然我很像我的那个，我是很严重的自然卷的那一种。你们都有参加我的那个抽奖吗？小仙女，我多高？我160，我160。欢迎大家，晚上好。等一下东西来之前，我就先来抽一抽。会广东话吗？不会，我只会猴塞雷啊，是不是？这个算是吗？几岁？我今年应该二几啊？我真的搞不清楚我到底26还27耶。欢迎婉婉，婉婉吃饭没？你没有一点喜欢我？会英文吗？你说的会英文是说会对话，还是会怎样？会写文章？以前念英外系的、啊，在洗头发，所以边洗头发边跟我说话。对啊，维持器那个叫什么？就是那个固定器啊，那个维持器要戴很久。好哦，因为我现在在等外卖，所以等外卖来我就下播去吃了。现在有在上班吗？我有在工作，只是说都以网络的工作为主。还是有在工作吗？那你小心，你要掉到脸上，婉婉小心，小心小心。这个 Miss YNU 2019，你说你想看教化妆的影片吗？可以可以，那我之后你们都什么时间看直播方便啊？我找一天画给你们看。因为其实基本上我大概因为我有在直播平台偶尔会直播一下，然后我大概下午2点会在那边播，然后如果你是可以中午时间看的话，那我就可能在直播之前，在那个平台直播之前现在这边化妆，然后那个，或者是说可能挑一天假日晚上在那边直播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大概都什么时间有空，我都是挑我有空的时间直播。小可爱平常都穿 new bra 还是平口内衣？我都穿 new bra， 穿 new bra， 这个我都在虾皮买耶，我在虾皮买的，我找给你看，我有一件，等我一下。超多人问我的啦，这个
个超多人问，我在虾皮买一个好像两三百块，很便宜，就打那个无肩带内衣应该就有这个，真的这个真的很好穿，因为我现在都穿这个多，然后我就买一个白色一个黑色，看衣服什么也像今天穿这种淡色系的衣服，我就会那个穿白色的。Miss YNU 这是我的小粉丝吗？好哦。老公做什么？老公是谁？香先生吗？他建设业的。夏天的时候什么东西好吃？我很喜欢吃冰，但是我不行，因为我吃太多冰我会肚子痛，所以我还是尽量以吃热的东西为主。像你看我现在就在喝黑豆水，这个是我之前一个应该也算是我粉丝他们家的那个黑豆，然后我本来想买，结果他自己先寄了一包给我，那我现在快喝完，我要赶快再回去跟他那个加购。他叫 Iris， 我之前有 po 过，很好喝。很常直播，我现在平日固定两点会开播，在 UP， 欢迎来看我。然后账号就跟那个我的 IG 账号一样，我不是华航空姐啊，我之前是胖胖航空的。今天的直播不会保存。香先生呢？香先生在打游戏。哎，我们最近在玩一个游戏，你们要不要一起玩啊？你有没有看到我前几天 PO 的那个限时动态？那个叫完美世界，好多人问我完美世界，很那个，你们有没有看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这一部那个大陆剧？他那个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啊，他是《倩女幽魂》的背景，然后这一个是跟他同一家公司出品的，这个叫完美世界，然后内容大致上一模一样，然后很漂亮。晚上都有空吗？那我要怎么叫你 ？YNU Miss YNU， 谢谢你。那我之后可能在预告直播再来看我吧。因为其实我化妆很快，我化妆在十分钟就好。因为我其实因为有雾眉的基因，因为我之前是很手残的问题画眉毛，然后可是因为我之前在那个 Bonnie with you 那个 Burial 帮我雾的，然后我因为它多少还是会掉色，那我自己就顺着 Burial 帮我雾的那个再画上去，所以我觉得那个雾个眉蛮方便的。然后我的睫毛卸掉，因为我最近有那个拍照的活动，然后得要卸掉，所以我就你看我其实连化妆都有染，我只画眼尾，眼线只画眼尾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比较重要隐形眼镜，隐形眼镜很影响整个人的那个妆感的感觉。直播不是可看重播，可是因为我不会留啊，皮肤很好，这个真的是归功于没有看我。我在现实动态上面那个推荐真的是良心真心推荐，你有没有看我拉提一个那个美容棒？哎，那个真的有效哎，因为我平常会用保养品嘛，就只是涂上去，然后我涂完以后就用那个叫 Beauty Liners 的那个美容棒，然后这样涂一涂，我现在完全没油光哦，就是只是纯粹那个皮肤最近真的状况还不错，就是你们看这有一点光泽，这有一点光泽，那个我在虾皮买的，真的很好用。香先生会一起直播吗？他如果打扮好，觉得他自己够帅，他就会进来了。今天京都都下雨哦。平常用的化妆品牌，我的底妆是用 Armani 的，然后粉底液跟那个蜜粉。然后我现在最近的东西几乎用 Armani， 我突然想到，因为我前阵子在更新我的化妆品，我原本都用 YSL， 然后后来最近在更新换成 Armani 的那个叫什么，它的最近最新一款的，它是雾面的那种粉感的那个粉底液，我觉得很好用。我下次那个我的外卖来了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抽完再下播。
那个我最近的那个底妆都是用他们家的，我觉得很好用。我下次在直播化妆的时候再拿给你们看。我不是华航空姐啊，立马买什么？你要买哪一样？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我是白浅，为什么我是白浅？我不是白浅，你是沙巴，沙巴，沙巴，什么是你是沙巴？沙巴，沙巴。下午没办法看，那我就都晚上的时间播就好啦。发色这是新染的，你看这质感真的蛮好，这叫冷棕色。胖胖航空。就是胖胖航空，大家一起捏角色，你看我捏的蛮好的吧，有一点点，我虽然说没有到那个人物那么精致，但还是有几分神似吧。昨天刚下载，一起玩。喜欢看我 Instagram， 那就常来看啊。小时候玩过第一代，对，完美世界。完美世界的酒最近出手游，欢迎来玩。我根本没有帮他们代言，我要帮他们收代言费，我根本收代言费。好玩，不用化妆就很水。我那一天那个在用美容棒，没有化妆，洗完澡才会用。最喜欢吃什么？2202，最喜欢吃火锅。哎，我真的在现实动态上面 po 的都是良心推荐的2202啦，火锅我超喜欢。我有雾眉，可是我今天还是有用自己的眉笔画过，因为雾眉多少还是会掉，那你要让妆容比较完整，还是会上一点。讯号不好，今天没素颜。欢迎你们，新人报道。哎，这留言洗太快了吧。刚刚听到《凉凉》这首歌哦，我很喜欢看《三生三世》那个《十里桃花》，他是那个杨幂演的。今天是你朋友嘉宏生日，嘉宏生日快乐！2020是火锅，哎，我你们不专业，你来我这边当我粉丝那么久了，都不知道2020，应该多开直播，那你们会常来看吗？多开直播。美容棒产品，我有 po 现实动态，你们都没在看，那个真的很好用。你们要看吗？我去拿。我今天要抽这个啦，我先把这两个抽完，然后再去拿那个美容棒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我先把这两个抽完。你今天第一次来。你们要看那个美容棒吗？我等一下拿给你们看。我今天没办法用，因为我现在有上妆。我那一天那个影片的那个状况真的是素颜，我才会用。然后我等一下拿给你们看。我先抽奖好不好？你们都有抽奖吗？欢迎美金，你好，隐形眼镜多少 mm？ 你们问到隐形眼镜真的是太专业了。我才刚把这个拿回来。哎，我真的是我自己代言的东西，我真的都是自掏腰包，自己一直在买，一直在带。这个我代言很久了，精量。你看我一次都是12盒在买，因为有特惠，我真的很认真在买我自己的隐形眼镜。这个不是厂商给我，这是我自己买的，宝岛买的。几 mm 我不知道啦，你们就是那个宝岛问一下那个。黑醋栗摩卡跟枫糖奶茶，这是我最常带的。小齐玄是谁啊？谁？我现在来抽奖哦！你们都有抽奖吗？没有，我就直接抽了。抽奖就是抽刚刚你们看到的两罐，我多大啊？应该2627吧。哎，我真的记不住自己几岁，都会自动忘记自己几岁。今天抽出两个人，你们都有参加吗？抽你两个人。我的那个抽奖文啊，都是可以重复留言的，
只是我没有特意说，因为如果我没有说你不能重复留言，我没有说你不能重复留言的话就不行，可是我平常不会特别讲，所以你们其实是可以多留个几次啊，可以多留个几次。规定留言，我爱长发公主，对不对？我我要抽奖了，哎，我抽出来了，给你们求求，有吗？有抽到你们的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哦，我觉得你也很做作，还要特地办假账号来讲，不觉得你很无聊吗？不觉得你很无聊吗？空姐工作吗？我现在没有在当姐，对，我现在几乎都在家里工作。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这两个人呢，一个是 L I N Y U G I N G， 然后另外是 A T H E N A Y I L I N G。恭喜这两位抽到那个洗护组，哎，他们家的这个产品我真的每天都在用，我真的有认真在用，你们看得到吗？因为用量不多，用量其实是不多的，所以还是够滋润。我这个用至少三个礼拜，晚上能常看播吗？那你们会常来吗？你们会常来的话，我就常开啊，或者是你们应该来跟你们统计一下你们什么时间看直播方便，对吧？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！我在八分钟下播，可以帮我照片设桌布吗？欢迎，有看到喜欢的照片都截去吧，截去吧。就刚刚那两位抽中了，刚刚那两位抽中了，欢迎，恭喜你们！然后你们要看一下。你们要看一下那个我的美容棒吗？需要吗？需要我再去拿？不需要就下次。Apple Game 56听说你要晚上在这里开哦，什么意思？我平常是在 App 开啦，但是晚上可以随机在那边开啊，随缘。晚上大家比较有空，对，那就是晚上我可能会在这边出现。下午我会在 UP 出现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要，对，我叫吴伯仪，我很喜欢叫吴伯仪。我如果没有那个，我如果没有自己组，我就叫吴伯仪。大家舍不得我走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那个美容棒，等我一下。我要笑死我！从现实动态推到直播，我没有在帮他们卖这个啦。我真的是因为我前阵子看了人家在用，然后我想说是真的有用吗？然后所以我就上网爬文，一个那个叫 Rifa 吧，应该叫 Rifa， 然后好像很有名。然后可是我买的是这个。Beauty Bar 这个牌子 Beauty Bar， 然后这是第二代它是圆的。然后你们有看我现实动态的那个用法吗？就是因为我现在有化妆我没办法用，因为我个人很不蒙，我脸上我觉得有妆我没办法用这种素颜才能用的东西，然后再用美容棒。当然男生也可以用啊，当然男生也可以用啊。你看这个一个 on 跟 off，
然后打开它就开始震动。你没有听到震动声吗？震动声。然后我平常会用这一种，很像刮痧的。我会用我会随便拿一瓶这种保养的。这个是我自己的带，我真的，我平常我自己有介绍给你们的东西，我是真的认真在用。男生有，这不是只有女生。美白这么努力，我不是在美白啊，就是为了拉皮啊，让脸变小啊，小脸棒就是这样用，就是你平常一定要用个油或者是那种精华液的东西涂在脸上，然后利用它震动去拉提自己的脸。我觉得我认真觉得是有用。新加坡有卖吗？要上网查、欸，因为我是在虾皮上买的，我不确定这东西新加坡买不买得到。我在虾皮一支买两千多，它是日本，它上面是说日本正货进来的，然后是那个批发价格，我是不确定，但至少我用是有效果啦。他说是正版的，就是这个，我个人觉得有用啊，我不知道每个人，但我至少我自己现在用状况，我是觉得有效果的，我再播四分钟哦。这是美容棒拉提脸的。我跟香先生怎么认识的？同事介绍怎么认识的？男生，你们，我告诉你们一个观念，不要觉得什么任何美容的东西只是女生特权，男生也要爱美，男生也要让自己维持就是良好的状态，这样才是正确的。有男生会保养，有男生会让自己的样子看起来更好，我觉得都是对的，都是正常的。我已经不是空姐了。Apple Game， 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谁？太幼吗？不乐意哦，我很喜欢生活仓储。它好像内湖有，我不确定其他地方有没有。反正你们看得懂就好，又不是在卖，在卖就算，就拿证的。反正你们看得懂就好。花在脸上保养多久不一定哎，有时候我很懒，因为又不是不知道我很懒。有时候整天就省了，有时候我会让脸，应该就是我要让脸。男生也是要顾一下脸啊，顾面子，男生也是要顾一下面子啊。有送 Uber 到我家可以跟我拍照吗？如果认出我的话，那如果我看起来不邋遢的话，可以拍照啊。在一起多久？在一起快两年了。从刚生出就在一起。快。你只有用精华液，用精华液没关系啊，反正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要顾好面子嘛。是太幼啊，是吗？那要不要入群？我们讲好的入群呢？我猜对了吧？我用这一罐朱莉欧的精华，这个我也代言过啊，你们可以。何时再来香港？不一定。欢迎你们。Jason， 你说你来了，欢迎你。香吉是等他打扮好，他想入境自然就入境了。他永远都觉得自己邋里邋遢，不想入境。
哪天我再督促他打扮一下，再让你们看。欢迎你们，你们吃饭了吗？你们吃饭了吗？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吃饭了吗？我也差不多该下播吃饭了，还没有吃饭，没有跟我讲好，只是说当我丢你就知道我要不要了。我以为我们讲好了，我以为我们讲好了，头发漂亮。有整理啊，有整理，有整理比较顺。我以为我们讲好了。哎，蜜蜂，欢迎蜜蜂。你们都还没到，我准备要吃饭啊。看到我就饱了，所以我就一副让人看起来很饱的样子，是不是？欢迎你们，你们，哎，你们。你们都有看得到我新文章吗？你们都有看到我新文章吗？最近那个 IG 的那个触及率变好低好低哦。我固定135会发文，有空就来看我吧。没有惊喜的感觉，好吧。所以就突然哪一天就突然入群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App 名称跟那个 IG 的账号是一样的。055688说现在工作在做什么？我现在主要工作是网络工作，就做一些行销，然后直播。然后就接拍一些那个平面啊，然后一些商品的推广。Miss YNU， 你说要参加重要比赛，加油加油！你是参加什么重要比赛？加油，一定没问题的。我觉得在参加任何的活动啊比赛，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心，要平常心。虽然说用说的容易，但最重要真的是你要让自己是跟平常。你才有放最好的状态去应战啊！所以加油加油！好啦好啦，是该吃饭、啊，不要懒法，还是有懒，怎么可能不懒？会布丁头，太忙。在玩，被你们听到他说，别杀别杀他，现在玩完美世界，我们在玩完美世界，我等一下就要去玩了，有可能去综艺玩很大吗？来看我吗？节目你们会来看我？欢迎你们，大学小姐比赛，声音好听，可是声音，可是我不太适合唱歌哎，不太适合唱歌。我唱歌，容易音不对，所以算了，讲话就好了。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，会好会来看哈，长得很像你一位朋友。您说，您 NING 5568说会来。那我希望哪一天我接了这样的通告活动，会收到你们的支持。Harry 说，必须看，肯定看，铁定。你们说的哦。怎么维持身材哦？我说来亏，因为我最近背受伤，然后我不太能运动，然后，可是我还是尽量会维持自己，就是可能，吃饭的顺序很重要，不要只吃淀粉，我还是会吃淀粉，不会只吃淀粉。吃饭顺序很重要，先吃菜，再吃肉，再吃淀粉。然后东西适量吃啊，不要暴饮暴食。剪短头发也很帅，我以前有剪过短头发啊。
类的。你再把商品寄给我，再把商品寄给我。你们很多人是短发控，对不对？最后吃淀粉，不就最后只剩白饭吃？不是叫你真的最后吃淀粉，意思是吃饭顺序。你在吃，我举拿一个便当的例子来说好了。你先吃一口饭，先吃一口菜，再吃一口肉，再吃一口菜，再吃一口饭，这是一个吃饭的顺序，不是说你把所有菜跟肉全部吃完才最后才可以吃饭。有在，我之前有在健身。手指头。好了好了，我去吃饭了，我的餐点来了，然后我等一下去打怪了。推荐你们完美世界，哈哈，拜拜拜不，下次见。我在第四服，雨明。嗨，明哥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完美世界啦，拜不拜不，再见。太佑拜拜。吃鸡，没有玩吃鸡了，拜拜。